呀，你少不少链接了呀？啊，哥干啥啊？这不给哥干的啥？这也开支了。你嗯，操点心，你注意点哦，孩子。俺就下，俺就尽量反正不出门呗。啊，嗯，咱就记得多喝水哦。嗯，不出门，干啥都不出门。哎，不出门我也这个该倒手就倒手，你要不然，真的是避免不了的。嗯，要不然俺爹干，你知不知道也不出门，这样是做我就烧开了。说咱这里可难了，这样我两个人也没有，是不是？这两个人，那就关门。那交流白点也少了就喝点呗。有啊，有少了的，啥东西？刚才给我妈开视频了哈，然后我爸跟我妈、我哥他们都已经快发烧完了，都也发烧了。像这边吧，也有的也都在发烧。然后大家都注意防护哈，一定要戴好口罩。家里边还有点梨嘞，我心想着要不然都熬点梨水喝。俺妈奶也岁数大了，反正抵抗力也有点弱了。正好，咱这秋冬季节好，喝点那也俺好。们嗓子都也干，喝点吧，我去炖去。这个梨个儿还怪大的，是不？给它洗洗。今天就不炖汤喝了哈，今天就那个炖梨吧。俺奶奶也喜欢吃这个。那能先烧先给它打吧。切点红枣。弄好了啊，然后先放点红枣、银耳、枸杞，放点冰糖。放锅里啊，放锅里再放水。20分钟，哎呀，都闻见味儿了，好香呀！味得了吧，这里啊，味得了吧？还是我上回买的。那，没了，咱这有的时候都长汽车上面拉的，都这个时候。哎，是，现在都没有梨树了，奶奶都跑了。三根了。哎，没有了，以前都是自己种的。俺村嘞以前叫梨行。哦，买梨的多，种梨的多。别说你住的那院儿都是梨树，行。家高明家不是不是生俩呀？啊，生了俩妮儿，一个5斤多，一个6斤多。呀，呀，还真不轻了，这俩孩子。啊，10来斤是不？不轻了。吃点吧。啊，家里边还有嘞，奶奶。你搁家多喝点水哈，奶奶，别出门儿。我说你弄啥？你要啥了？你都别说，给丫头说，让她给你买哈。俺走了哈。走吧。哇，你第一回吃到猪肉了。真来一下好猪肉。小叶要和我买嘴儿。因为现在特殊情况，大家没事了可以在家蹲点儿吧。确实可以蹲。也可以治治嗓子，反正嗓子不得劲儿啦，啥的都可以。瞧我拿手指头吃，看哪啃哪。好吃。